时效第一，很多人在问，说我没有时间呀做全身按摩，我有没有一个器官或一个穴位，我只要每天按动它，就等于按动全身呢？哎呀，这个问题有点难，但是呢，还真有。只要您用心的去搓我们的耳朵，就是在按摩您的全身，您知道吗？我们要怎么做？您跟我一起来，把手放到我们的耳朵这个地方，然后搓过去，再带回来，搓过去，再带回来，看明白了吗？只要这样14次或者是27次，马上全身暖暖，因为耳朵就是一个蜷着的一个小人儿。现在可以马上再练习一遍好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和我一起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最后一次，六，再来一次，七，马上全身暖暖，只需要7次，现在马上用，马上见效，分享给更多人好吗？关注聊聊堂，为您能量满满，保健康。抖音